台北101的人超级多，超级多，超级多。大家在吃哪一餐？现在是四点，所以是大家的早餐时间。来高速冲撞，昨天才来台北101，今天又来台北101。太阳的天气呀、啊，那昨天天气是差什么东西的？是金色山脉时间。说你的手要消失了，那防夹头呢？那头伸进去看看啊，夹这儿卡出一根防夹头。小米平板只要9999块，这么嗨？对吧、啊？今天天气这么好，昨天是在下什么下雨？人多多，贩售玩具的小孩，嗨 ，sushi 时间。麦当劳时间，牛排时间，超多牛排，要加什么东西呢？金色山脉，三点了，哎，啤酒半价，还不来喝啤酒？超酷炫的咖啡啤酒，有咖啡的味道。其实也还好，有吗？哪来的咖？根本喝不出。闻起来也有咖啡的味道啊，可是喝起来是啤酒啊。不然要喝起来像是果汁吗？蛮好喝的。你那一开始没有吃东西之前喝就很有感觉，你现在吃了好像就没有什么感觉。你要品酒是不是？咖喱时间。香香鸡时间，牛扒时间。